我要邀请大家准备好您的掌声，准备好您的尖叫声，让我们一起欢迎巴黎奥运羽球男双金牌王麒麟，以及我们的大王王伯龙。这个画面就像是奥运金牌战场上最佳搭档、最佳拍档哦。好，我们两位来，麻烦来我们投手丘前面。好，来我们面向前方的美女朋友，来，哇，哈哈，大家有看到大王身上那一件球衣吗？来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因为你们在巴黎奥运夺下金牌那一刻有这个，来，我们一起看一下正前方的媒体镜头。OK， 还有媒体朋友需要的吗？好的，那我们再一次的欣赏，哇，这要金牌要送给金牌王。希望我们伯龙大王在中华职棒的赛场上一样继续的努力加油。OK， 好的，谢谢，感谢伯龙，谢谢。那我们先邀请伯龙先旁边休息一下，金牌要记得还麒麟。好，谢谢，热情掌声送给王伯龙。非常特别的这一刻，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王麒麟用羽球拍出今天的精彩好球。麒麟准备好了吗？倒数三二一，邀请您球将球拍出喽！全场球迷一起倒数，三二一，请开球。好的，好球，谢谢。我们邀请伯龙、麒麟，还有我们主委来场中央，还有我们周董以及我们的李总。我觉得今天这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场合，一定要留下一个更珍贵的画面。我们稍微往中间一点，好不好？他们两个正在沟通一件事情，我们一起倒数，好了吗 ？OK 吗？好，倒数三。二一，醒杯。